本站于宜兰县新城西南岸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发现一名民众倒卧于鱼寮内，且地面有大量呕吐物。该名男子用手捂着心脏，神情痛苦。本站人员立即利用毛毯将其包裹，并运用卷式担架组将该名男子送至安全处，待消防单位到场实施处置。本站人员在旁实施安全介护，确保该名男子生命安全，后续由救护车后送至罗东博爱医院救治。